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20面，620面，第二行看起，第二行。从当中看起啊，从当中看起，从此上三句啊，贤设计离地不受一尘，但万恨门中不舍一法，故续云作得善愿尽心求所等正贤。离世无碍，圆融自在之妙义。这个上面的就是大乘一章讲的这个跟这个居舍论所说的舍诸爱诸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这些经文都是讲无欲行设计离地。实际是真实的，真实了只有真心自信离地，地是能生的意思，能生万法实际之理，能生万法，把它比喻做地所以实际离地就是本性，就是真性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就这个意思不受一尘。前面我们学的很多真心里面它是清净的，不生不灭的，它是一法不离所以它没有现象，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它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一般人无法理解实际上呢，它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因为它没有现象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它，听不到它，琢磨不到它，也想不到它因为它不是精神现象，所以你想不到。于是今天的科学哲学也没办法达到，因为科学哲学必须要有对象，就是有现象它才能够探索得到，它没有现象，所以科学技术跟哲学都没法子怎么样才知道呢？佛在经里头告诉我们，为正方知，只要你真正证得，你就知道了。怎么证得？把妄心放下就证得了妄心障碍真心，它是从真心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没有妄心，能现妄心，妄心能现妄相设法界
一真庄严，我们今天讲的宇宙太空，万事万物在佛法都称为幻象，啊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属于刹那生灭的。啊，严格的讲呢，它根本不存在。啊，这才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能生能现的本体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。啊，自己的自信，自己的真心，这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叫不受一尘，丝毫都没有染着。啊，这是能现能生的体。哲学里头所说的本体，佛真正把它找到了。但万行门中不舍一法，啊，行是现象，实阿赖耶识，就是我们的真心。大乘经上所说一念不觉就生起了无明，这个无明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，业相生转向，转向生境界相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三种现象刹那当中统统具足了。一念不觉是阿赖耶的业相，精神现象，今天科学家所讲的信息是阿赖耶的转向，由转向产生了物质现象，所以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，精神从哪里来的？是从意念不觉里头发生的，意念不觉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讲的能量，能量从哪里来的？是自信变现出来的。自信没有遇到缘不会变现，缘是什么？缘是意念不觉，这是缘，意念不觉没有原因，意念不觉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这个是很难理解。啊，我自己深入经藏三四十年，才渐渐体会到这个问题。啊，慢慢了解了，啊，肯定它。承认他，不再怀疑。啊，没有这么长的学习，我们一般叫实习。啊，确实很难明了他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一定叫你放下烦恼。只要你有分别执着，你就永远体会不到。啊，只是听说而已，啊，佛在经上这么说，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你自己体验不到。啊，你放下的越多，你跟他就越接近。啊，接近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啊，真正见到，那是化身菩萨。华严经里头原教初住刚刚接触到。啊，初住就成佛了。中国佛教常讲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
唐朝六祖慧能大师见到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见到了。佛教在中国这2000年来真正达到这个境界啊，也就哲学里面讲见到本体。我们一般估计最保守的估计超过3000人。这佛教在中国是无比殊胜的成就啊。如果是念佛往生的人更多了。念佛往生的最保守的估计超过10万人以上啊。啊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一定就见性，但是它等于见性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，因为它烦恼没断，也就是说分别执着它有，习气就更不必说了。但是在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，让你的神通智慧道理跟化身菩萨了差不多了，就相等了啊，这个是无法想象的事情。这佛经上讲不可思议啊，无法想象啊，那么这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释迦不会骗人，阿弥陀佛也不会骗人啊。那么学佛求生净土是一条成佛的捷径，最快速的一个门路。所以世尊苦口婆心的在这里劝导我们啊，在行门就现象，起作用不是一法，这一法是说世间法，具足世间一切法了啊。所以下面呢继续说，做得善愿尽心求索，人一定要发善愿，而且把善愿兑现啊，尽心求索就希望这个善愿都能成就啊，决定不要作恶啊，作恶太可怕了，作恶的果报在三途在地狱啊，苦不堪言啊。那么这些行事礼事无碍，华严经到最后事事无碍，圆融自在的妙义，如德尊普贤品本经第二品啊，德尊普贤经文上说，会众诸大菩萨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啊，空无相无愿，通通是从实际离地上说的啊，不受一尘，哪来的空呢？哪来的无相呢？哪来的无愿呢？空有都没有了，有无也没有啊，愿跟无愿也都不能够建立
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你要是着了相，都是妄想分别执着。啊，你要不着相，全就没有了。哎，可是事上有，理上没有，这才圆融。啊，偏在理上着空了，偏在事上着有了，着空着有都是错误。空有两边不着，两边也不舍，这才叫圆融自在啊！啊，所以诸菩萨，你看行共修啊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啊，有行有愿入。空无相无愿法门，这是无住。金刚经上讲的无住。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的，这是起心生心。金刚经上讲，应无所住而生起心。啊，慧能大师就在这一句开悟。两边不着，两边不离，这是大乘，这是菩萨，这是佛。两边都着了，是凡夫。啊，执着空。不知者有，是小乘。小乘着空，不着有。那有是假的。凡夫着有，不着空。啊，修行人常常躲在一边，着有的变成外道。做空的也变成外道。啊，根性大利，听到这些经文呢，他明白了。对于一切法的真相，通达明了，不再迷惑了，这叫菩萨。无住而后生心，这生心什么意思？真心起作用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。你看他表演，他也投胎，他也出生，跟一般人没两样啊！从小慢慢长大。啊，求学、修道，啊，成佛、教化众生，最后入灭，表演这种过程给我们看。那我们要问他有没有执着，他有没有分别？他要有执着、有分别，他是凡夫。那跟我们没两样。正因为他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不但没有分别执着，他连起心动念都没有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世尊常说的“本来是佛”了。本来是佛，不是他一个人啊，个个人都是啊，只是。我们大家不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，如果肯放下，放下就是啊。他为什么不放下呢？
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放下才是真正的自己。不放下就是迷。分别执着是造业，分别造的轻，执着造的重，这造业。造业当然就有果报。啊，不造业就没有果报啊。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的示现，他没造业，为什么？他没起心动念，所以他没有果报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佛法常说的坐而无阻。你看到我在做，其实没有阻，没有起心动念怎么做？啊，所以事上是假的。心里头落印象那个玩意儿，那是真的。啊，这是世俗讲真假。啊，像是假的。啊，阿赖耶罗印象是真的。啊，如果跟你讲真的说，从自信上说呢，阿赖耶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他有生命，自信里头没有生命。知道自信没有生命，就晓得阿赖耶不是真的。阿赖耶好像是真的，他实际上不是真的。如果我们真正把弥勒菩萨所说的话真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阿赖耶是怎么回事情的？念念生灭。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，是一秒钟里头出现了多少个阿赖耶？1600兆，一个一个接触，哎，我们看到好像是一个，哎，好像它存在，其实它不存在啊！我们看走了眼，看错了。想错了啊，它确实不存在啊。真正存在的就是自性，它真的叫不生不灭。阿赖耶是有生有灭，生灭的速度太快，也好像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它真的有生命啊。什么时候它真正觉悟了？他一念不生了，那灭就没有了，那就叫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。哦，我们就明白阿赖耶从哪来的，自性本具般若变现出来的。哎，转他是大圆净智嘛？啊，执着，把执着转过来。变成平等性质，把分别转过来，变成妙观察智。啊，这个只要一转，眼耳鼻舌身就变成尘所作之，成就什么？成就了为人演说，这句话重要。千经万论，哪一部经上不说多少次啊？受持读诵是自己的事情，成就自己；
为人演说是成就别人，演什么表演呢、啊？不是为自己，为别人，为别人表演，为别人演讲解，这就叫弘法利生。哪一尊佛不是这样做？哪一尊菩萨不是如是做？你看到哪个佛菩萨不在表演？哪个佛菩萨不在说法？你找不到一个啊！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是佛陀的教学，他跟一般人所讲的宗教完全不相干。佛教有讲天地鬼神，天地鬼神是世间人，六道十法界是平等的，只是迷雾浅深不同而分的差别。他如果迷得重一点，他就下去了；他迷得轻一点，他又上来了。他这个上下不定的。都不是真的啊，所以我们一定把它认识清楚，你就真学到东西。它是教育，非常好的教育啊！事出世间教育，它是最圆融的、最究竟的啊！儒家的教育只讲教学的一部分。如果用大乘佛法来说，儒家教育是人天这部分人天以上的他不讲，人天以下的也不讲道家是六道轮回的教育，他讲到天道，他也讲到地狱，范围比儒家广但是他没出六道一般宗教的时候跟道家差不多，都在这个范围，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能够超越十法界，只有大乘佛教，小乘超过六道，不超过十法界。真正超越十法界的大乘，叫究竟圆满的教育毕业就叫成佛，拿到最高的学位所以佛陀学位的名称佛菩萨他不是神，不是仙，他在佛教里面的取得的学位像我们现在在学校念书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，类似这些你到某一个层次，你拿这个学位，那么佛法的层次是放下，所以跟你念书不相干，你放不下，念得再多你也拿不到你把三藏十二部经都背会了，都讲透了，你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是凡夫，你拿不到。所以六祖说这宇宙不相干了，这话是真的，一点不假了放下执着叫阿罗汉，第一个修为拿到了，放下分别，第二个菩萨修为拿到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最高的学位佛陀拿到了。那谁是佛？人人都是佛，只要你肯放下。谁是菩萨？人人都是菩萨。谁是阿罗汉？人人都是阿罗汉。
平等的教育，究竟圆满的教育啊，这么好的东西摆在面前，多少人不认识，你说多可惜。这说不好听的话，你说多可怜。啊，他本来是一切都圆满的，啊，他不学，那就一切都迷惑，一切都颠倒，那自己的受苦受难，叫自作自受。佛看到，哎呀，可怜明彻。这是佛对众生感叹的一句话了。为什么不回头？为什么不觉悟？为什么不肯学？啊，古时候好。啊，在家父母教，在社会国家教。这帝王大臣都教啊，他都懂啊。啊，现在我们都是有罪之人呐、啊，什么罪？不孝父母，不敬祖宗，这个罪过很重啊。父母、祖宗留下来这么好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懂？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，中国人不如外国人，外国人还有真懂得的，有赞叹的，有向往的，中国没有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大不孝。啊，不孝不能怪他，佛慈悲至极。为什么不能怪他？他丢了好多代了，不是他不懂，他父母不懂，他祖父母不懂，曾祖父母也不懂，大概到他高祖父母知道有这回事情，自己也没认真修学。啊，再向上去，大概对于这个事情逐渐就了解了。啊，在中国200年前，老师很多，啊，修行的人多，讲解的人多，传播的人多。啊，这200年来就逐渐往下降啊，降到最近的50年没有了。啊，所以我们有这个缘分，接触到了，了解了，不能不干。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事，有很多人去干，这一桩事情没人干，没人干，我们就不能不发心去干。啊，不知道不干这个事情，佛菩萨祖宗不怪我们，不是你不知道吗？你知道了不干不可以啊！啊，你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祖宗啊！啊，所以知道就要干。全心全力投入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迷信的，不是在社会上走投无路啊。大家不要把它想歪了，这是我们祖宗遗留下来最伟大的事业。真正传宗接代，啊，让这个民族
千年万世，昌盛无比，有这么多宝贝。那不孝的子孙，违背祖宗教诲，该受什么样惩罚？老祖宗要用鞭子抽你，是大不孝啊，大不敬呐。我们再看下面一文，正于此处无为，无虑无欲，而作得善愿，静心求索，圆融一回。无为无所不为，无虑无所不虑。即相用亦如嘛，无欲，你看，做得善愿，无为，静心求索，无所不为，圆融一味，是为随缘妙用。随缘是有作为，妙用是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那叫妙用。你的智慧完全现着，你不会有丝毫情执的作用，情执是迷了。智性精进品第五品，我们前面学过了，经文上说，戒得大愿，精勤求索，故知极乐深重，戒四法弥陀。这底下这个几句话，五句话非常重要。你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学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好老师。他老人家以身作则，身心言教啊，他所讲的他全做到了。你看他把他所说的用在生活上，在生活上活活泼泼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高妙到极处啊！那是一个好的榜样啊！释迦佛当年在世，也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。这个世间众生，贪嗔痴慢疑的不善的习气非常之浓，贪嗔痴慢疑叫五种恶，无恶。对自己身体不好带来我们身体种种的疾病，就它带来的。带给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，许许多多的灾病，都是这五样东西。所以佛教我们要把它断掉。
要把它放下，远离它。那告诉我们，反过来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啊，不傲慢、不怀疑，无善根呐。世出世间，所有的善法都从这儿生出来。啊，五毒那是一切恶法是从五毒生的。你看这个东西，翻过来翻过去。啊，正面，它是释出一切善根，啊，反过来，它是一切罪根。我们在忏悔的时候，用普贤菩萨的忏悔偈，最后一首是忏除罪根呐。啊，罪根是什么？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所以四法弥陀皆成大愿呐。啊，总结：阿弥陀佛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善根，总结起来就是四十八愿，叫皆成大愿。这是我们要跟阿弥陀佛学的，要真学。如果你对他不持透彻了解，你这个心发不出来。你能学多少，就是你发心的度数到某个阶层。啊，你了解多少，你就能学多少。你了解的越多，学的越多；了解的越透彻，你学的越深入。啊，你对他没有了解，你就没有办法学他，想学也学不到。啊，精勤修习，修是修正。啊，把我们的错误、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言语、错误的行为，统统修正过来，啊，全都修正了，诸真实慧也。啊，以求成就，成就无上菩提。成就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相好。真能做到吗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是从心相生的，所以才能这个说法。啊，自己心想生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啊，别人心想生，我未必能做到。啊，人家肯不肯给我，要看别人脸色。自己心想生的，这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？啊，无量的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相好，是自己心想生的。啊，这个想的是啊，叫真心，不是妄心。妄心想不到真心。啊，真心就是前面所说的入空无相无缘法门，修普贤大士之德。这意思没听懂。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就是真心显露，用真心显露去修普贤大士之德。普贤大士是什么？啊，总结十条，
第一个礼敬，头一个对自己有没有礼敬，有没有尊重自己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何以见得？你不尊重你的心得，你不尊重你心得里头的智慧，你不尊重心得里面的德能，你不尊重自心的相好，你天天到外头忙去瞎求，去胡闹，这是不知道尊重啊！所以，尊重首先是自己，礼敬自己，称赞是自己，供养是自己，都从自己开始啊！自己没有得到，你怎么能帮助别人呢？哪有这个道理啊？啊，我们每一天凿课拜佛，拜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现前的应身，拜阿弥陀佛是自己的报身，拜毗卢遮那佛是自己的化身，不是拜别人的，不是迷信的。人家说我们拜佛是迷信，我们拜佛是尊重自己。啊，你说我们迷信，你不尊重自己。啊，现在毗卢遮那、阿弥陀如来、释迦如来，把我们自信三身显示出来了，那就模样在这。原来我的应身这样的，我的报身是这样的，我的化身是这样，是这样的，自他不二啊，自他原来是一耶。你要这样子效法了，哎，那个拜下去有功德了，无量功德了，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。啊，阿弥陀佛世界怎么成就的？不就这成就的？我们现在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所以他不知道尊重，他不晓得拜的是谁。啊，拜的外面与自己不相干，你拜干什么？错了。啊，里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他即是自，自即是他。啊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去学，首先尊重自己，然后把尊重自己这个心、这种行为去尊重一切众生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是一个自性变现的，这叫自觉觉他。我们自己没觉，怎么觉他？啊，所以拜佛的会拜呀、啊，啊，会用心呢、啊，不会用心白拜了。啊，称赞如来，称赞信德，称赞本善。啊，中国老祖宗讲的，人心本善。啊，《三字经》上一开端，人之初，性本善。我称赞本善啊，与本善相违背的呢，不称赞。不但不称赞，也不放在心上，若无其事啊，这个好啊，不放在心上啊。啊，好的放在心上，放在口上，为什么？鼓励人回头，鼓励人向善，这都是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。
啊，善巧方便是厚德智，啊，也就是真实智慧的妙用。啊，广修供养，第一个是供养自己。供养自己，这里头有真实智慧。本经教给我们三种真实，都是从自身讲起的。第一个真实之际，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；第二是真实智慧。第三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智慧不是从外头来的。是自性觉，那个觉就是真实智慧。啊，与外头不相干的。自性怎样就觉了。我们现在自信不足，因为你自信有染污，自信觉就隐而不显，看不见了，有染污。啊，第二呢，你有分别，分别就不平等了，好像水一样波动，起了波浪，照见的作用啊就失掉了，照见是智慧啊，他也把智慧失掉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在一切法里头不分别，你的心是平等的，不执着，你的心是干净的，没染污，它起的作用就跟水一样，啊，外面的境界在里面照得清清楚楚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那叫智慧，真实智慧。啊，第三种叫真实的利益，真实的利益不是有财富，也不是做高官，啊，而是什么呢？保持你的身心清净平等觉。那是真实的利益了。清净平等心能照见呐、啊！啊，对于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你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你多快乐！身心自在啊，法喜充满了、啊，就是快乐无比呀、啊！啊，中国人向往的究竟圆满幸福的人生，你全得到，真得到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就是这个。啊，可惜没人看懂。说释迦牟尼佛生活太苦了，这我受不了。你是真受不了。
啊，我们都受不了。啊，一年四季，风吹雨打，在树下了，过这样的生活，野外生活，哎，他又不生病，他又没有伤风感冒，啊，每一天生活的那么快乐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说明他的身叫金刚不坏身了。这身体多好啊！他跟大自然融成了一体，这最快乐的事情。啊，睡觉在哪里？随便在什么地方，走到哪里就睡到哪里，你看他多自在。啊，日中一时，啊，出去徒步。那人家供养什么就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在这个地方，我还想到一桩事情，这佛说的嘛，是境随心转嘛，佛的心清净无比，啊，清净平等觉，所以我想啊。他就是唾一钵非常不好吃的东西，到他嘴巴里头都变成醍醐上味。那为什么？这是随心转吗？啊，没有不善的东西吗？到他口里就是醍醐上味。啊，在我们凡夫口里面有酸甜苦辣咸，到他那里是醍醐上味。那我们在经上能体会得到啊，啊，他在野外生活的时候，感受的时候也非常快乐啊，啊，不冷不热，啊，永远保持那种最新鲜的空气。啊，最适当的温度，他心可以转境界吧？啊，我们今天可怜了，我们是我们的心被境界所转了，那都可怜了。啊，他们能转境界，哎，实在讲，真能转境界了，外面的山河大地跟他通通配合。啊，你说现在天气很热，啊，中午差不多到40度了。佛如果是在此地，你给他测量一下他的温度，哎，大概20度的样子，真是这样的。哎，量你的体温40度，量他20度，那为什么？他心里头没有燥热。所以他永远清凉自在。啊，我们身上有燥热，所以就比不上人家。啊，说到这个地方，我想起个例子，张家大师。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，给诸位说，一年四季都穿这个衣服，冬天好像没问题啊。看到好像没问题，夏天也穿这个衣服，人家热得一身流汗了，拉到扇子扇了。啊，有一年，台湾人大藏经，请张家大师环岛旅行，啊，到处呼吁一下，请大家了出钱出力，啊，希望这个壮举能够成功。啊，劝导大家来买大藏经。好了，大师就跟大家一起了，他也穿了一身衣服。我们有一个道元老法师，我受戒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德戒师、德戒和尚。
一起去参加这个活动，跟张家大师在一起，看到张家大师这样的穿着，他就问他：“老人家啊，你热不热啊？”他们穿的很破的衣服，扇子扇风。张家大师告诉他：“心静自然凉。”道老是个讲经的法师，听了很难过啊。感觉到很惭愧呀！你看人家穿的“心静自然凉”，他穿了一身很薄的衣服，还在这扇风扇风，比不上人家。从这个例子我们能想象到了，那佛身上一定是清凉自在呀，冬天不冷，夏天不热。这功夫我们惭愧比不上人家了。所以人家一身就那么一身衣服就够了，其他不必要了。抗日战期间有很多佛门弟子知道金山寺有个活佛妙善法师，他的行为很像济公，什么忌讳也没有，里面就是一个身小褂裤一套，外面就是一件长衫。其他的什么都没有，一年四季就穿着。冬天它不冷，夏天它不热。确实有神通。那不是假传的，是真的。你心里起心动念想什么，他知道。我在台湾，乐观法师曾经跟他在一起住过4个月，所以对他老人家相当清楚，他也非常佩服。乐观法师告诉我，他真有神通。有些信徒念着他，哎呀，师父好久没看到他念着，他就来了。但有一次在一起吃饭，信徒们喜欢法师嘛，盛饭送给他，他就当面吃，吃得很快，一下吃完了，那个信徒又送一碗来，一下吃了有10多碗，17、18碗，这旁边乐观的朋友，他说：“你告诉信徒，你们不要害法师啊，你看你吃那么多不行了。”他回过头来告诉乐观：“不增不减，不增不减，吃太多也等于没吃，没吃也就等于吃，不可思议。”他那个境界无法想象。他还简若所知，你说这是无法想象。别人供养他的钞票。铜板他都吃掉，铜板都吃掉。他像吃蚕豆一样，他吃掉。地上捡的破铜烂铁，他都吃掉。给人治病，跟济公一样。一生都不洗澡，衣服后面。他就一件衣服嘛，所以领子上的油垢，都是黑黑的，可是闻闻有香气，很香，这是啥？不可思议呀！治病呢，那个领子上闻闻就能把病治好。有时候他身上搓一点脏东西放在茶里给，
你拿去喝，一股清香。那后来病真好了，不管什么病，好像通通都能治。啊，叫人劝人念佛。啊，虽然称他活佛了。啊，一生不洗澡，一生不换衣服，就一件。走到哪里真自在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两手空空。啊，那这是什么？这是自己本来面目啊，不用这些装饰。那是假的啊！叫助真社会，这才能有成就。下面是含爱，爱是悲爱，大悲心也。有慈悯，大慈心也。以大慈悲，虽明知十无众生可度，而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呐。故心常地住度世之道。啊，他确实知道有没有众生可度啊？跟你说老实话，没有众生可度。为什么呢？根本就没有众生。众生存不存在？众生真正存在的时间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。那是众生存在的时间。这一年时间多长呢？1600兆分之1秒，它存在时间就这么长，假的，确实没有啊！那真的像我们看电影，看电影。你要知道它的底片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电影是什么？啊，我手上这个就是电影。啊，在放映机里面把它转动，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我们叫幻灯片。这24张，再放映机里面，它的速度是1秒钟，1�秒钟24张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在荧幕上看的画面，1秒钟就是24张，张张独立，上一张不是下一张。啊，它动力活动快了。我们就把它好像看成一个画面，以为是真的，其实全是假的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实的这个环境，跟这个电影的原理完全相同。1秒钟多少张啊？这1秒钟24张啊。我们现实环境里头，这是1秒钟1600兆。弥勒菩萨说的，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1秒钟1600兆，这1秒钟24张，念念不相同啊！一个念是一个物质现象，一个念是一个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多不可得。
啊，包括自然现象，就是阿赖耶，三种现象全不可得。啊，我们看错了，错了在哪里？看到它是相续相，以为它是真的，其实它是相续，相续还不能是，相续是完全相同的，它不相同啊，张张不一样啊，所以要加个相似相续相。啊，好像是相续相，它是继续不断的，但是每一个念头不相同，所以它不是真的相续相。啊，所以了解事实真相，就知道万法皆空，般若经上所讲的真的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一切法，包括佛法在内，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所以你在一切法里头，你想控制它，你想占有它，你想支配它，全是妄想。诸佛菩萨，真正修行人，稍稍起入境界，他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所以他能恒顺众生。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，一切随缘，一切随顺，没有不皆大欢喜的。他真皆大欢喜。那他欢喜什么？欢喜一切皆空。他欢喜这个，他欢喜了不可得啊！所以他心在境界里头都不动啊，这个厉害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真心。心在境界，随着境界在分别执着在转动，这个很糟糕啊，很可怜呐、啊。很辛苦啊！啊，不动就没有了啊！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真相啊，说明菩萨的大慈大悲啊，明明知道这些人幻象的，哎。他还是在里面教化众生，帮助他们觉悟。觉悟什么？帮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果然事实真相了解了，那不就跟他一样，跟诸佛菩萨一样，得大自在了。啊，真离苦啊，真得乐。啊，苦从哪来？苦从迷惑颠倒来的，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，总以为自己所想象的不错，谁知道全错了。啊，你所想的，你所做的，全错了。啊，你所受的这个果报也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因为你觉得他苦，他就是苦。如果你觉得他不苦的话，他确实不苦。啊，怎么个不苦呢？我们看到电视，电视现在演的是大火，你看里面人烧得很可怜。你在这里看，不苦。如果你迷了的时候呢，你觉得你在电视里头火焰烧得我，你感觉很苦，你错了，你怎么跑到里面去了？你不在里面呢，啊，它里头怎么样受的时候，你都没有感觉，毫无感觉，啊，它苦你也苦，
他乐你也乐，他哭你也哭，他笑你也笑，你完全被他转了啊！这叫凡夫啊！你的心被境界转了，那你就很苦了啊！你要能够从跳出来啊，看到事实真相，苦乐是一，不是二。凡圣是一，不是二。那就是前面所说的世界里地不受一尘啊。你自己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但是能生万法。你在电视里画面能生万法。啊，万法跟自己是一，不是二。你是觉，他是迷，有苦有乐都是迷，无苦无乐觉了，明白了。自己明白之后，你才有方法帮助他明白。啊，明白就是解脱了。啊，任何境界里头，你都不会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就进去了，你就堕落到里面去了。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丝毫不染啊！啊，这样才能够。像菩萨一样，度生之行愿无有穷尽。啊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普贤菩萨发十大愿望。啊，一般佛菩萨从纲领上说四弘誓愿，真的是。无有穷尽啊，故心常住度世之道，常住度世就是帮助这些迷惑的众生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心里面怎么也丝毫不染着。你要是染着，你就有累了，你受累了，你就很辛苦了。你不染着，心永远清净，永远是自在的，永远是安乐的。啊，虽然安乐，众生在很苦，也表现一点样子，同情他。啊，也不要人家那么苦，你在那里快乐的不像话了吧？啊。那就给人家生烦恼了，所以也得好像要表演一下，像唱戏一样，啊，留一点同情的眼泪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别人快乐你也先快乐，别人痛苦你也先痛苦。啊，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啊，你才有善巧方便真实智慧啊，帮助他从境界里醒悟过来，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最大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，无过于生死。我们怎样了生死出三界，这大事。啊，我们帮助别人没别的，这是大事啊！啊，其他的叫鸡毛蒜皮小事，那个无所谓的。人在这个世界，
寿命是有定数的，这个一点不假。啊，为什么？你告过去世造的业因，你这一世应该受的果报。你这今生所造的这些业是来生受的，啊，因果通三世啊。大善大悟，不等来世，今生就受了。啊，一般不是极大的善悟，大概都不会转你的定业。啊，就是你前世造作的，这叫定业，不容易转。啊，懂得佛法的人容易，像道家的修行，这个佛教的修行很容易转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大善，这不是小善。你所造的这个业的时候，是利益许许多多众生，不但利益现前，而且利益后世。啊，这大善呐！啊，大善什么？就是教学。你们想想，孔老夫子教学，他在世的时候。没有什么了不起啊，平民啊，啊，在社会上没有政治地位，平民。那在物质生活上，他很勉强能过日子，没有多余的财富。啊，他的生活来源上就是学生家里送一点礼。学生家庭好的多送一点，家庭差一点的，啊，最低的什么？素修啊。素修是什么？大概内地人都晓得，肉干，啊，切一条细细的，一长条，那叫素修。啊，也不过的时候四两半斤肉而已。啊，逢年过节送一点给老师。啊，所以老师的生活很辛苦。啊，虽然很辛苦，还有比他更苦的。啊，我们知道颜回是最聪明的，最好的一个学生。啊，他是最苦，我相信孔子常常还要帮助他一点。那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嘛。啊，我们在同修当中要看到也很苦的，我们自然会帮助他。啊，那在佛法因果上，我们就明白了。啊，颜回为什么那么穷？过去生中修慧不修福，所以果报他贫穷啊。那有些很笨的人，哎，他很有钱，他日子过得很好，那说修福不修慧，所以他也会颠倒，哎，他福报很大。那佛门里头也就也有这个说法了。啊，修慧不修福，罗汉托空钵。罗汉都问托钵，没人给他，为什么没福报啊？啊，有专门修福的，修福不修慧，大象挂阴路。有的不修慧，来生投生变个大象，这个大象是过往的沉积，啊，所以满身挂的阴路，他有福报。他出生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常勉励大家了，福慧双修啊。
啊，我学佛之后啊，才知道自己过去那个种贫穷那个环境，啊，生活那么苦，那就知道了。过去生中，哦，我也是修慧不修福，啊，有一点聪明智慧，没有福报，啊，而且还短命，这真是苦啊！啊，多少人告诉我，寿命45岁。我相信，用我的家谱，我看到了。啊，我家里已经有3代，都没超过45岁，所以我想，这大概是遗传吧。啊，以前年轻不懂得这道理，这是遗传。啊，相信，我自己把自己的寿命就定到45岁。啊，闻到佛法了。求往生，45岁求生净土。啊，45岁那一年还得长病，啊，一个月就好了。我也没看医生，也不吃药。那个时候自己心里很清楚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命到了，找他干什么？命到了，找阿弥陀佛才对呀、啊，不要找医生啊！啊，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，讲到1/3的病，我就知道寿命到了。啊，这病好了之后，就继续讲经。啊，这是自己把命运里头过去确实的地方补出来了。啊，过去没有修福，张家大师教我修福。啊，我从小对金钱这个东西不重视，不放在心上。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弘法利身还是离不开金钱。啊，你要是没有这个福报的话，也不能弘法利身。你光有慧没有福，啊，就是没有福报。你讲经讲得很好，啊，你是个好教员，人学校不要你，不聘请你。你没办法啊！我们才明了哦，福报也很重要。那怎么修法呢？他就告诉我，布施，财从哪里来的？那命里有财，前世财布施多，命里才有财。那现在命里没有财呢？那修布施啊，把它补出来。啊，法布施的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，他教我修这3种。啊，财法无为，没有钱呢，他问我1毛钱有没有？我说1毛钱可以，1块钱还行。你就从1块1毛布施，要常常存布施的心，这个很重要。啊，你有布施的心，啊，欢喜布施，啊，将来在弘法利身上需要财用，就不会缺乏。不容易啊！我修了60年了，26岁学佛，今年85岁，60年，60年才看到效果，啊，这是显著的效果。
啊，我们在澳洲建了一个道场。啊，现在在香港呢，建这个小道场。够了，很够用了。啊，乘船如来正法，人不多。我的心目当中，能有十个人就不得了了，可能没有，五个人可能会有。啊，佛法要兴旺起来，总得要三代以后。啊，说在我这一代就看到不可能，没这个道理。啊，我要能够带出五个。五个下一代，一个人带五个，那就有25个。啊，到四代五代就兴旺起来了。啊，所以有这么个小小的地方，我们一定要晓得，佛法是四道，四道一定以孝道为基础。啊，孝道要不能昌盛，佛法决定没有兴旺的道理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同学要学儒，要学道。啊，这是根本。啊，儒讲孝亲尊师。道讲清净无为，帮助我们利欲，然后再进入佛法，你智慧就会开了，你就能真正达到圆融自在。啊，你才有善巧方便。啊，与真群盟啊，会以真舍之力，这才能做得到。啊，帮助一个人身心健康。断烦恼，开智慧，福慧双修，帮助一个家庭幸福美满，帮助社会安定和平，啊，帮助国家，帮助世界，都可以做得到。啊，这个是佛的佛菩萨的事业，手段全用教学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，历代的一些祖师大德。啊，你看看他们留下来的经典的解释，啊，他的一些著作，你就知道道德文章。啊，佛祖祝福如来，圣贤教化。这就是真实的利益。其所借得之大愿，自然其理其机，照真大俗。啊，其理照真呢。故其大愿呢，实相为体，究竟了义，利用无量。
这个这句话讲得好啊，啊，菩萨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上与诸佛所证之理相应，下对现前大众的根基也能相应，这个教化就成功了。啊，如果弃理不弃机，讲的是没错，不是现前大众所需要的，人家不听你的，不会接受你的。要切机不切理，那与佛法毫不相干，与生死毫不相关，灾难痛苦不能避免啊，所以离机要双起呀！啊，照真，这是对于佛道啊，也就是宇宙人生真相明了，大俗俗是现前世间人一般的想法看法，你都得要了解啊，然后用你的智慧善巧方便来调和啊，让他能接受我啊，他眼前的错误严重的执着啊，你让他都放下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放下的，那要如何满足他现前的欲望，又对于传统文化对于佛法产生兴趣，这就好笑了啊，慢慢他逐渐了解多了，他自然放下了啊，自自然然能行菩萨道啊。啊，所以菩萨的大愿，摄相为体，究竟了义，利用无量。啊，切机大俗，故善其机，这就圆满了。啊，摄相为体是最难的。摄相为体是明心见性。这什么人做的？释迦牟尼佛做到了，诸大菩萨做到了，祖师大德做到了。啊，我们虽然很努力，还差一截。啊，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心里有数。啊，再多活几年呢，可以能达到。究竟了义是相，他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没有一样不明了，所以他的作用，他能力之所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能契合这一个时代的需求，这叫契机大俗啊，这个时代人现在想要什么啊，但是他们所想的错了，为什么？都想的是名利，名利给人带来的是灾难，不是幸福。
如果这个名利真正是为国家、为人民，是好事啊，那不是坏事。如果名利是为自己，肯定是坏事啊，都害了自己啊。名利可以有，不能过分啊，太过分了要造孽呀！啊，财用适可而止，要懂得止。这个知止是大学问呐、啊，我够了就有就可以了。啊，再多余的呢，一定是为众生，为广大群众。啊，今天科学技术进步，工商业发达，但是造成的呢，是社会贫富不均，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每个地区都是的。富人少，穷人多。啊，富人在享受，享受完了之后，都到三途去了。穷人虽然穷苦一生，大概来生还得人生。嗯，他没造那些造业。啊，穷人来生再到人间来的时候，机会多。富人来生再到人间来的机会很少，这都是真的，完全都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但是大家不了解，如何把事实真相，用什么样善巧方便，让大家能够认识，能够觉悟，能够回头。那富人如果以他的财富来照顾穷人，他就积了大德，那来生的福报不可思议啊！如果所有财富供给自己一个人、一家人、少数人去享受啊，那个罪孽可不得了。科学不讲这一套，他不懂啊。但是古今中外圣贤人所说的都讲得清楚，都讲得明白啊。这些普遍在一切宗教经典当中，重要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所以菩萨善其己，礼义度货，这八个字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社会。啊，要推动圣贤教育、佛陀教育，这八个字要紧。啊，我们的教学一定适合于这个社会也一般大众，他就欢喜，他愿意接受。啊，佛教的教学，他最了不起的，他恒顺众生，他不固执，不是我一定的，不是这样。啊，所以他的心量非常之大。啊，你看到中国，他完全用中国的这个社会风俗习惯。啊，如果他要执着一定要用印度那个方式，中国人不能接受啊。
啊，头一个托钵在中国就不能实行。啊，中国托钵是教化寺啊。啊，印度这些法师到中国来了，都是帝王的老师，啊，帝王的皈依，跟他学习，哪有皇帝的老师出去要饭？这成什么话了？那这是中国决定行不通的，啊，所以必须有建筑的宫殿，啊，一切皇家来供养。生活跟皇帝一样，你要不随顺，在中国行不通。啊，所以衣服完全换成中国服装。啊，印度的服装就变成我这皮衣了，变成这个一点表示一点了。啊，在讲经这个法会呀、典礼当中，这是礼服，啊，就披一下，啊，出这个全是中国服装。我们里面穿的还行，汉朝服装。啊，普通穿的这些长褂、小褂，明朝服装。啊，都跟世俗融成一片了，这个才好办了。啊，所以，基督教、天主教也是唐朝时候传到中国来的，他就兴不起来。什么原因呢？他一定要盖他那个样子的教堂。一定要穿那个服装，人家一看这是外国的，那中国人就不喜欢了。那和这出家人佛学一到中国就变成中国一样的，和他就喜欢了。啊，所以基督教如果像佛教一样的那种包容，啊，我相信他不会输给佛教。啊，所以就是一般宗教是保守的，佛教是开放的，一丝毫执着都没有。啊，所以很容易跟人呢相处。啊，你看佛，到任何宗教，他们供的神，佛不排斥他了。佛对他们尊敬啊，啊，他们的教徒都欢喜啊，啊，佛敬我们的神呐、啊，啊，而且佛在讲经的时候，他这个神代表什么？把意思都说出来了，哦，大家明白了，那个宗教也就变成佛教了，佛觉悟吗？不迷信吗？本来是迷信的，现在告诉你不迷信。啊，他带着表法，用表法把他通通都带上智慧了，破迷开悟啊！啊，那么诸位知道，这个藏传的密宗啊，里面神很多啊，那神从哪来？都是古印度他们宗教所崇拜的神。啊，佛不反对，通通进来。啊，到佛门去了，都做了明王了，都做了护法了，啊，都变成佛教了，都变成菩萨了，你不是皆大欢喜吗？这是真实智慧呀、啊，这是真实利益了，善巧方便到极处啊。啊！我不排斥你，用中国同化你。啊，他最高指导原则就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神是众生呐、啊，即是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这是最高的一个思想指导原则，啊，没有任何排斥的，啊，所以不管什么族群，不管什么宗教。碰到佛就变成一家人那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宗教呢？古时候交通不方便，
没有自信。人与人之间，许许多多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我们小时候，十岁以前，农村里头确确实实有老农夫在老家，都一生都没有进过城。啊，城市也不过五六十里吧，走路一天嘛，都没去过。他所熟悉的就几个村庄，这才一生，就老死不相往来。这样一种安定生活里头，佛要教化众生，就要分身了。所以，在不同的族群，在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生活习惯，他一定要先当地的身。啊，在那个地方建立教学的中心，啊，建立一个教派，符合他们的文化。其实，我们把世界上所有这些大宗教、主要宗教经典拿来一看，80%相同，不同的大概20%。那什么，生活习惯不相同，啊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那些地方不一样，啊，我们所修学的方向相同，目标相同。劝善归故相同，所以宗教是可以团结的，应该要团结。啊，现在交通方便，资讯发达，宗教变成一家了。啊，宗教团结，宗教给人的信心，宗教给人道德伦理的观念。这个第一个好处，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社会和谐，这是好处啊，马上就能得到啊！啊，如果每一个人要是搞独立的话，斗争、冲突、战争，带来的灾祸啊，是错误的。任何一个神圣都不愿意看到这些事情。啊，所以礼义就非常重要了。啊，我们不能不了解，所以在今天我们修学真正的佛弟子，除了学习佛经之外，要不要学习其他宗教经典？要，要把所有宗教都看成是佛菩萨的化身，啊，就像日本老和尚中村康隆，啊，可惜他老人家走了，前年走了，走了好像3年了吧，3、4年了，走的时候103岁。啊，我以前每次到日本一定去看他，啊，他非常欢喜我。我第一次跟他见面，他100岁。啊，他告诉我，全世界宗教创始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。说得好啊！我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徒弟送我。送我到大门口，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的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讲过这个话，他怎么会跟你讲这个话？啊，我说我在世界上联络各个宗教啊，这句话对我来讲太重要了，这就是要我们以平等心看待一切宗教，全是观世音菩萨。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。好，真好啊！啊，这哪里会有冲突呢？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